师傅，送他去福州呢。白天鹅，白天鹅宾馆。哎，好的。喂，你说吧，我听着。我是不是让他觉得我很烦啊？ 这次离开，是不是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尝试着用陌生解释我与你的距离。 怎么连一个回头都不给我？我的初恋为什么这么痛苦？ 哎，我还以为老大是凭借自己如传说一般的职业经历吸引大嫂的少女心呢，难道不是？大魔头除了会编个程，也没什么别的拿出手的了吧？一天25小时都在俱乐部约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时间约会。这怎么搞定一个大萌妹啊？说不定人家姑娘就不爱约会呢。 就喜欢25小时泡图书馆，毕竟人家15岁上大学，超级学霸，可能单纯喜欢精神恋爱、人格系。人格？你说老大的人格能吸引谁啊？伏地魔吗？哎，队长，那不是你哥吗？你就不知道点什么粉红内幕？是，想知道？啊？问他去。哎，你跟我们说说吧。 不好好训练，瞎聊些什么呢？没聊什么，没聊。我在打包。训练了。出来先吧，有事告诉你。